为家而付出的那个情感哈，是很深刻的。尤其是他们在勾渔网，或者是他们在绑编渔具，那些都是其实跟我原本学的专那个纤维专长是有每条上是有就是相似的。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做很多田野调查嘛，就是老人家七八十岁老人家脑中的部落是怎么样子，那还有他们生活方式是怎么样子。那当然很多很多的技术已经在现在看不到，对。那透过访谈之后，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让这个技术再重现。然后也许有些技术可能是重现，然后有一些技术是转换过再重现。那我觉得渔网那件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像喇喇他也是因为参与这样子的计划，所以他才知道渔网染鼠狼怎么染。对，那老人家就说，就然后鼠狼要怎么去山上怎么找，其实它是球根啊，它像地瓜一样，对。但是你要去怎么去分辨，那个其实很多很多很多小细节，你如果这些小细节不知道的时候，你是事半功倍。我觉得这里非常适合有一个人文艺术学校，海洋人文艺术学校。而且是不分离的，它不是专否谁给谁上。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未来想要把泽波带到的那个位置。